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自治县，地处滇西北怒江大峡谷北段，是我国独龙族主要聚集地。贡山县北与西藏察隅县接壤，西与缅甸联邦毗邻，国境线长172.08公里。贡山县主要景点有碧罗雪山、高黎贡山、怒江、独龙江等，其中贡山县城就沿着怒江修建，所有要进丙察察的车辆都会路过这座修建在怒江大峡谷中的县城。